好了，各位朋友，目前我人刚过这个圆山花博啊、现在是4:33哦，没想到我今天这个过来的这个速度有点快这样的哈、因为今天我其实四点十几分我才出门的今天大概是这个状态特别好吧，或者是空气比较凉爽一点哦，车子的性能啊突然间变好了，没有，这我胡扯的哈、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那今天是周六，那我本来没有要出来跑，本来我周六打算要休息哦，这样啊，但是呢我就看到说怎么就是没有下雨哦，这样中午有下一点，所以我午餐我就没有跑了这样哦，但是下午都没有下雨这样，我想说没有下雨，那我晚上干脆就出来跑好了，因为反正我的这个趟奖哦，周末趟奖第一标差12，我今天晚上来冲冲看看能不能冲得出来哦。礼拜六哦，礼拜六我觉得有点顺其自然了，也不能讲有点顺，来说就是很需要碰运气哦，这样，因为周六晚上嘛，很多人都是可能出门吃大餐啊，出去玩什么的啊。不过不管，反正我就是试试看啊，看看今天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第一阶的第一标了哈，第一标的趟奖把它拿到哦，就差12而已啦哦，这样啊。明天再看状况，因为台风好像明天会来哦，这样那明天看看怎么样哦。因为接下来我的二标跟三标的这个趟奖趟次数量其实也不高哦，就10趟10趟10趟哦，这样。那我是觉得说10趟10趟的这样子的这个趟次数量哦，应该是很好拿到了哦，这样。不过还是要看了明天的这个天气状况怎么样。哇，万一这个风很大哦，雨也很大，那当然是不要出来啊。不过说老实话哦，风大雨大，平常那就是风大雨大，然后平台也没有休息的话，这个时候出来通常单是比较多的哦，因为大家都没有想要出来跑哦。好啦，不管怎么样，他们已经在贴了，窗户上已经贴那个哦，就是说防台风的。好，那不管如何啦，反正我们就是跑跑看，然后这样子哦，碰碰运气，碰碰运气哈。好啦，废话不多说了。我慢慢往这个这个麦当劳前进啊。哦，其实 Suki 啊也是老朋友了。哦，就除了麦当劳、Subway 还有 Suki 啊。哦 ，Suki 啊也是不错的老朋友啦。哦，这样子。所以我要先到那边去等个5分钟看看哦，看看会不会有单。好 ，OK。好的，各位朋友，目前在这个南京东路二段上面哈、然后我，单来了，单来了。看一下送哪里？送中山区啊，不错不错。本来想说我要往富北方向走，很好 ，Suki 啊，老朋友。好的，各位朋友，我现在在这个这是哪里啊？北科商圈这边啊，有这边很多那个餐厅啊，在这里哈。我刚刚呢在这边接到一单哦，呵呵，超级近哦，这个我从9号送到5号，呵呵，然后只有4罐矿泉水。我接到的时候我都有点担心，这该不会是那个之前人家讲的那种洗水单吧？哦，这样。然后后来想想说算了啦，反正我都接了，而且才4罐，就赶快把它送到就好了，这样。然后真的出状况之后。至少我有这个自保啊，就是至少还有录影哦，这样子啊。不过其实这个也很难讲哦，这样，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想，就是这些洗单的人到底在想什么，以及就是到底这个系统它会怎么判定哦。不过都已经碰到，而且都送到了，那就算了啦。这样，现在是5:33，我目前想要在这里光华商场这边等一下哦。等到了，各位朋友。以南麦当劳，我的好朋友啊，那我要去济南麦当劳了。哇，那个Subway啊，麦当劳啊，还有那个什么东西，披萨哈的，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也会建议大家哈，就是要建立哈，就是要跟一些便利
啊，不是便利啊，就是要跟一些那个这种快餐速食业哈，就是建立良好的这个收送商关系哈。那当以后当你需要订单的时候哈，哇，那你会发现有他们真好哦，真的是这样啊，这个是我的经验哈，这样。那当然，摩斯汉堡就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跟摩斯建立不太起来哦，这样啊，不过也没有关系啊，嘿嘿哦。啊，有这个麦当劳、Subway 跟披萨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其实是够了哈。这样披萨的，这件我也会常收到他们的餐哈。这样，好了，废话不多说哈，这样收餐去。好，各位朋友，目前我身上有两单啊，现在要往客户那边走这样。那么我怀疑呢，这个 Uber Eats 工会呢，有透过 APP 呢偷害那个偷听我们讲干话。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呢，我刚不是有在抱怨吗？抱怨就是说啊，这个摩斯汉堡呢，我的这个关系建立不太起来啊，哦，就比较少接到摩斯汉堡的单啦、啊。因为我刚刚就收到摩斯汉堡的单啦、啊，哇，都让我都怀疑是不是这工会有在关注我们在靠北什么东西嘛？实在是太搞笑了。哎呀，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往客户那边去。OK， 那我现在人在这个假日浴室旁边哈，最后一单是送到浴室去这样子。啊，讲到这个假日浴室，哎呦，我先过马路。啊，各位朋友，刚讲到这个建国假日浴室啊，我已经把单那个送掉了。其实啊，我年轻时候有在那边卖过浴啊。啊，就这个提一下哈，这样，就是稍微有点小小渊源。OK， 好。那么废话不多说，哎呦，前面在挖地啊。OK， 那我要走里面啦。好，那么刚刚还要讲，哎，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发现哈、哦，就是好像啊、就是大家送到一些那个客户的那个，就大家把餐点送到客户的手中的时候，有些客户呢就会开始报他的那个手机后事嘛，哦，那就直接就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被系统养出来的啦，好习惯，好习惯。虽然说其实系统是很随机，也没有每个都要。不过我碰到好几个他都会报，真的超搞笑的。不也好啦，这样子，免得我们有的时候就也这边找人找不到，也是烦。OK， 好了，我要去取餐，我又接到了两单。目前我已经跑完了七趟后，然后又接了两趟，就九趟这样子。很快，十二趟很快就会搞定的。不过我觉得今天就是顺顺的跑，要是跑得还不错的话，我就干脆多跑几趟也没关系啦。好 ，OK， 过马路。好，各位朋友，我现在在健康路上面，身上有一单，刚刚下了一下小雨，然后很快就停了，还不错，这个小阵雨啦，这样子。不过呢，既然会下小阵雨，其实不排除待会还会再继续下，所以就是可能要稍微就是。注意一下啦，啊，现在是6:53啊，那差七分钟就七点。目前呢，我是已经跑了十二趟，那没错，我那个趟奖呢是已经拿到了。那现在身上还有一单啊，这是刚夹单了，我刚又被骗了。哦，我们系统哦，它显示两张夹单，结果就所以我那个就是夹单就一张是阿图啦，一张是米克夏，就两单嘛。就到米克夏去发现，米克夏是两单，还再加阿图，所以等于三单。哇，那这个运费就少了一些些啦。哎呀，不过这也没办法，都接了就算啦。哦，有的时候就会碰到这种鸟事。哦，那个系统哦，不知道在干嘛好像。好啦，不管了。哦，喂。啊。那我现在要往这个民生东五段送去，没错，阿图是特别远呐。哦，那这单哦，刚看了一下，好像也没有加成哦，所以我有点被凹，被这个系统凹的这个 feel 啊，不过也没办法啦，都接了，反正顺顺的嘛，顺顺的跑了啊。好，我要专心骑车了。
好的，各位朋友，刚刚把手上的那个第13单送给客户之后呢，系统又丢一单给我，2公里多啊，那我就直接拒掉啦。啊，那拒掉没多久，系统又丢一单给我，那这一单呢是1.多公里，然后这一单呢就是他会送往我那个回程哦，就回士林的路上哦，这样。哦，这个单呢、啊，这个地图一看、啊、哇，欣喜若狂啊，怎么这么顺啊？啊，当然就把它接起来，然后这样子。好，我，你要回转吗？先让我过，谢谢。啊，那我现在要去前面的麦当劳去取餐了，没错，又是好朋友麦当劳啊。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人又在健康路上，刚刚又接了2单。好，那现在送掉一单了，那手上还有一单哦，要往那个光复北路跟健康路交叉口那边走哦，这样，就在前面哦，蛮近的哈、哦。那这样子，我目前已经跑了15趟了，那这一趟再送掉就16趟好像。啊，我目前的想法是就顺其自然哦，再看看哦，这样子哦，因为我是觉得也不用跑太晚了，现在都已经7:25了，好像刚刚是再接个1-2单吧，假如有单的话，好像当然是希望就是这个回家单，不过 Uber 是没有什么回家单这种东西啦，反正就单又来了，我看一下啊，2.6公里，然后才58块，但是要送松山了、啊。我看他要送哪里哈，这样，健康路送到长春路，哇，这个街，这真的是回家单，不是松山了，是中山了，哎，帅呆了，各位朋友，啊，好了，我的专心，好了，各位朋友，我现在在辽宁街，我刚刚送一单到旁边哈，这样，那么，这一单哦，就是我在送客户餐点的时候呢，没有进单了，没有进单，然后也差不多过了5分钟、6分钟吧，因为我在那边等客户，哦，客户一直联络不上，哦，那没有进单了，我想应该今天就这样子了哈、哦，那现在是7:49，我今天跑了18趟。哦，晚上跑了18趟哈、哦，那当然就是把趟奖拿到了哈、哦，这样，趟奖拿到，额外还多出5趟哈、哦，就是第二标了啦，第一标拿到了，现在第二标。好，那我再看明天要不要再出来跑、哦、就把第二标、第三标都把它拿一拿算了啦。当然前提是就是台风，台风没有太严重啊、哦，台风没有太大这样。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回家，哦，准备回家，好，明天再继续。